我们看一下这一题哈，这一题他说盐酸氯化氢水溶液，我加了氢氧化钾下去，那因为这是碱啊，这是酸啊，酸它的 pH 很小，然后你一直加，它会变成中性的 pH 开始上升，那你再继续加，它会变成碱性的 pH 又继续上升，因为碱性的 pH 会比较大，所以它的 pH 会一直增加，这样这一题就可以轻松得分。